我不。这包子做的好不好吃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上火，知道吗？那你好好烧烧火。最关键的一步压根就不是发酵，就是烧火。你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有我不行的吗？老妈，这个都是做肉馅是吗？对，包肉。肉包子。把这些肉包完。我技术不太好。这不用技术包包子。包不着你就是。不需要形状啊。搓成一个圆都可以。那是干啥？自己吃。啊，自己吃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怎么包都可以。这我家小孩跟邻居家的小孩在玩。感觉。包的有点丑。可以。在我心目中，这个包子是最漂亮的呢，非常好看。学校老妈看怎么能帮我做。这还要学啊？要。我都不用学。谁欺负你啦？哭什么啊？哦，你有吃的哟，给爸爸吃吗？给不给爸爸吃？爸爸好不好？好。叫爸爸。叫爸。爸爸。好。爸爸。爸爸。哎。现在包子已经包好了，先弄弄蒸，剩下的就是做馒头。跳舞，我女儿会跳舞，呵呵，说跳舞，起窝吧。这包子真的好大，这包子真的好大一个。啊，老姐吃包子，来来来，吃包子。王老姐吃包子，来你怎么的？吃包子。哎，托起我来了，托起，别动，托起。你是托鸡吗？谁是托鸡？对哈，你就这样，看到姑姑都不叫。你不叫姑姑啊？我。哎。嗨，哎呦，还洗的，还洗的。起来。把妹妹扶起来。我下来打你。好记。嗯，好吃吧？我好饿。那你早上不吃？帮我买裤子啊，这不有个性的裤子吗？哦，爸爸。